时候，这个藏了一个伊诺亚莎，阿伟，伊诺亚莎。哎，我正好这个车厢上有提前物遮挡。他干嘛呢？这拿到弓弓，倒地。这边幻视是进入到了前方的这个红房里面，位置被锁定了。这波很危险啊，想扶人，但是这一颗火真的是恰到了好处啊，还把人给补掉了。连狙出的强 PC 要一个挡，我觉得真没这么夸张吧。说人家准，人家确实是准，人家确实也准。你说一个挡，那也太夸张了，喂。因为我觉得打成这样肯定不是枪法的问题，你懂吧？虽然是 LPS 游戏，这种干就完了，这种被别人准了一把下把就接着干他，就他妈干他，必须保持战斗状态，必须保持战斗状态。打不赢要打，啊，今天打明天打，就是保持战斗状态。枪这种，妈的也准呢、啊，对吧？你说明明、啊、龙子哥，你能说他不准吗？不能算是个很好的一个。我都不说我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不准吗？他没办法。你看也能打呀，那叔叔也能跟上啊，这种东西。我真觉得。枪还好，枪比较容易被撞的，因为这整体那些协同啊，真的是被人家打的。CDG 的一个转移，这次人家打了确实厉害，没说的。这边是已经转移了。我操，这要打三把。CSW 欢啥的还好，又没说确定阵容。放给他呗，他们那边拿车呀。然后我又不砍人，我不砍人，我这里有什么想出去打的，对不对？那 AZ 他们想出去打，我又怎么可能不砍他？下滑了，哎呦我兄弟，你真的他妈的，你说下滑吧，那你确实下滑，那你知道我他妈之前那个 PGC 那个什么概念吗，兄弟？你知道一个决赛上二是什么概念吗？那得就状态好呀，你让我一直保持那个无敌了。你打一个这种世界级决赛，你决赛场均两支，这他妈就等于夺冠了呀，兄弟。这种，我也想一直保持啊，他妈的多吓人啊！怪我，兄弟。那我还想他妈把决赛就是他妈杀二 KD 呢，兄弟。嗯，我问啊。那你是妈的看个数据，你不知道打个决赛杀两位数就是那啥，可以这过二是有多夸张是吧？嗯。四票车队，在这打，在这打，在这打，别想，扔雷。哎，微枪有一个人，徐德赫，我扔雷进去了。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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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一个。能开车贴吗？我们下车了，我们这好像可以留一个，我跟他们吧。来，炫吧，可以来杀完啊！来了，来来来，那去了。二楼火，扔个雷，扔个一楼雷，楼梯口的。你们楼上有人吗？有。我的天哪！哎，我感觉你可以贴，我感觉你可以贴到三边方，贴脸上也行。右边还有，跟我跟他们了。还有个贴着近了，还有贴着近了。哎，脸上包子，脸上包子。我在家。我楼上吗？对。我救一下，我这地方应该能救。安全，就你楼上。有脚步的吗？还有一个二楼。别死。我来了。我靠了。能来了吗？我在。来打药。我二楼丢个雷。二楼丢火了。哎，我二楼不一定丢进去了雷。三楼我丢火了。什么？外面有枪，炸了，有火，上不了。你几楼打到他了，兄弟？有道具吗？道具上了，扶起来了。我有雷，我三楼打雷。我上二楼。二楼没人，二楼对了，三楼楼小，别急。我还有雷，炸了。别急啊！没急。没事。那混出来一个，下来了一个，倒了。慢慢来，就在三楼，慢慢来。哎，在三楼是吧？全杀走了，别急。来，一起丢。死了，小心来了，看有没有过点，他可能有跑过点了，我们直接给打补吧。这很好打，他要舔右边包，我估计他在左边那个亭子响了响，左边出来我们就打呗。可以，他们死了一个，反正最少。哎，在防我们右边有一个二标，在看我们这边好像。没过来，打后面，打了一个。
三边一个，三边一个，很像能吃啊！来，去贴到左边能吃呢，好像。蓝线，蓝线，拉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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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拉最左边。我能干拉，我能干拉。我拉不了了，兄弟，他开挂的。我贴哪？贴我，贴我脸上。贴左边，贴一标，贴一标打。对，贴我脸上。兄弟，三秒没人了，全在左边，三个就都在左边了。把道具丢完，别又不丢道具啊！丢完没道具，啥也没有。兄弟，左边围墙可能就有人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什么？他们想溜吗？他们想溜吗？好像是。我离你们很远。就走了一个，就走了一个，兄弟。啊，就一个，兄弟。好。没走，转右边，转右边，转右边。进点一个。哎，再撞右边，我扔你后面来，我扔你仓库来，好吗？好。他往右跑了，往右跑了。往右跑了。还在，还在。撞右边吗？炸了，炸了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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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扔个闪。进点，最多一个，进点，最多一个，进点，最多一个。他靠着围墙打的吗？把这边清了。我进点围墙没有？我觉得他可能在围墙后。倒了。高点，最后一个。打中了，石头后弹药的。不行，我们就拿刀就慢慢玩他。哎，没打中。我说这话我不想封三个烟去沙子了，怎么说呢？给他吓死就行了。兄弟，你左边直接给我把火力。哎，我操！死了吗？死了。我去了。卡左边，卡北边的大仓，兄弟。还有车吗？看一下还有车。这有车，这有车，兄弟们。倒了一个微博的，哎，微博的打近战，兄弟，四标倒了可以补人，四标可以去拉人，他们在我画线打架，四标直接去拉一个，他倒了，架枪的倒了，四标，在封烟救，想封烟救了，封烟救了，在四标围墙，你们可以顶四标，顶这个四标，顶我四标可以杀的，扔雷，四标有两个，防区有两个，救人了，救起来了，他等着，他不要脸，往后跑了，没兄弟。倒一个，倒一个，倒一个，倒俩，倒俩 ，CDG 和那个 CDG 和微博的，别急，我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慢一点，我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对，对，等防区不太清好吗 ？OK。你打了一滴了，防区打了一，我吃雷了。我在下，分散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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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打了一，我吃雷了。我在下。分散呀。防区不太清，我们顺着北边很好打。倒一个。牛逼。没有，我前面眼里也有一个。我补克。可以看眼皮。可以留克雷的。四标想救，四标想救。四标。我有雷的，我有雷的。我进去表演里，可以砸一颗，试着。四号标。靠人了。背走了。车上。看见了。打进来了。打不许。我看到人。我黑。电车，电车，我这雷！我操，我掉有个雷，离我远点。倒了。我可以顶你们左边波不？死了。电车，我这雷！倒了。打了。死了。死完。CDG 还有几个？没被捕 CDG 的，我打的那个。在我前面，刚拉一下。倒一个 ，DSS 了。一血了，我左边有一个。别进。右边有个腿过来了。死完。nice。拉呀。我帮你们看床 CDG 的压过来。我左边压了，兄弟。没道具了，兄弟。你补道具。这里有道具。一标！哦 ，shit！ 老两，我操，吹一轮！我操！救兄弟！一标！哦 ，shit！ 老两，我操，吹一轮！我救，能救兄弟！你能救吗？我来，我离得远，要留死了。能给他补了吗？拉！给我炸雷弹！我炸雷弹！拉右边，收到。三标倒两，三个倒两。哎呦我操，兄弟！房子出来了 ，CG， 兄弟，我马上到位。一个顶不到，倒俩。我操！补了一个，中了一个。我进点。
人雷了，人雷了。反破，反破，倒俩。我操！成了，我。补了一个，跟我一个。我近点，我近点。人雷了，人雷了。我今天还有一个，今天还有一个，应该可能救起来了。没有哦，是吗 ？OK， 没了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。别急，防区是吧？今天还有一个，今天还有一个，一个可能一些我马上。没有哦，是吗 ？OK， 没了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了。我能救了。掉，死了死了死了。三打四，我去把防线抢了，把防线抢了。这枪线拉得好快，兄弟，牛逼。我吗？啊，必须快，兄弟。很到位，很到位，兄弟，能看一眼吗？左边看不了，我能防防区了。别说了，左边。帮他们！我操，你趴下，我死了。一号，你先跑吧，一号。这坑你兄弟，吃了。逼养的。宰十个吗，崔哥？哎，随便宰宰。我操！兄弟，你们看一眼录像，你就知道他刚才在干嘛了。不是，我没甲，万一拉链死了怎么办？来了，丢东西。去你把一个没打死，兄弟。死啊！这 AZ 话有点密了，我发现他死了。兄弟，那我不着急吗，兄弟？你急啥？你都死了，你着啥急啊？你就看他们视角就得了呗。也是，你就想想，你就想想，我一个美甲的，我直接拉到这个，哎，你看是不是得拉右边这个反坡？我要是正面这个坡直接去，太裸了呀，兄弟。零的，去不了。兄弟，你看这伯良都懵逼了，说为什么他妈右边还有一个？他都得懵逼，兄弟，他防不住我了。懵逼，懵逼，兄弟，懵逼。你宰十个呀？我操！给我崔哥解放了，兄弟！训练赛的神，这训练赛比乱搞玩多了，兄弟！他妈大大大倒一个，大大大倒一个，哪个 AUG 啊 ？AUG 增强了，兄弟！增强的是 AUG 吗？增强的是我，好爽啊！这三倍破的，兄弟！确实，我也挺能破。哦，打打干拉的呀！我操，什么兄弟，打打干拉的呀！我这我的不是干拉就站着不动的兄弟，我操！也站着不动，又跳了，我操！兄弟。兄弟，看个 replay， 感觉给你含金量打低了似的。没必要的呀，本来挺帅的。要去看一眼，本来挺帅的，兄弟。你看看右上角就行了。兄弟，站到神话一就上不去了。我上吧，我想了一下，换位思考，我也会去捡这两次。是吧？你中间那个万一死了呢？还得背锅，还得背锅，兄弟。没甲，对不对？我甲都红了。没毛病。稳稳的收下来。换位思考，稳稳收下来。本来就没毛病啊。就你觉得有毛病，大爷？我没说呀。说实话，那个比赛里我还得去。我拿了三件套，就是有那个正面的胜率啊。那他妈是我也去啊，兄弟。没问题。跟拿没关系，你是一开始就想着去拉那个枪线去的呀。对啊，哥们，刚只是刚好空在那儿，即使没空投，我也会拉到那个角度呀。拉那么远吗，兄弟？肯定拉，你正面太平了呀。平地呀、啊，兄弟。自己看就行。但这个，哎呀。真的好傻逼啊！他好多都是平的，兄弟。兄弟，我车被抢了，不想玩了。队友可能来人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听错。来了，来了。升华了，靠车吧，靠车，靠车，帮他。上个房你。你上。给放进来了。OK OK。哎，我俩划地婆摸人了。找了一个，我往后撤一下。你可以顶过来吗？看右边坡有没有人，我顶过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不要脸不要脸，不要脸，我认雷。是你们房顶有自己人吗？我们。我在。我楼顶有人。我楼顶有一个。
倒了，领导，最后一个，电厂开，电厂开枪的兄弟，是吗？谁来？火流的吗？电厂加枪的吗？电厂不是哦，这个。这个听见没 ？mini， 应该是他队友，干不干的？干的呗，这干这个倒了，干倒了，干倒了。顶了吗？听到没？顶了吗？那我直接顶脸上了。四标四标三标三标，刚刚在三标。过来了。牛逼！救人救人！我往前面去了。可以往南拉呀！你们往前，你们往前提提进度呗。啊，我往前面去了。拿他的车，三标那边封的，去拿看三标呗，看三标呗。你说防区里吗？不是，我操，打到那儿去了，那妈的，人才！他们过去，不要脸！土路，我顶回来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也顶回来。哈哈哈哈哈！什么意思？你是人啊？不要点！土路，你们可以，我也顶过来。我俩一枪没撞，我俩漂亮，倒两，好，就一个了，露露二位，直接顶，别补了，看一下能不能补了，我到了，硬点一下，我俩，我走下，走，有点长了，崔哥，还得拿清醒兄弟，啥意思？急火了，就是亲友灵犀的那种，你懂吧？漂亮。观察一下呗，能拿到双方就能打。我怎么堵了有车？我操！真的假的？一秒，兄弟，溜了！哎，打起来了，右边。妈逼，有鬼啊！要不要打的？不管呗，往北拉呗，拉黄线。妈被移了，我能过来打吗？打呗！傻了，车上四个，车上四个。到了。你妈的来，我操，什么逼玩意儿，这对接一下我继续拉了，接一下我装备拉了，老子华裔过来，他们没人听得到，我操，训练赛他们有点硬了，我怎么开始四人一我乙了，兄弟，哎，我这有一个人要来突破，兄弟打呗，跟他打呗，在哪给我标点，我脸上标，我俩拉左边的，可以杀呢，有一个一个人，我直接顶了 B 点了，我呀！快点！往左跑了，兄弟！我顶了，我站，我看到，我顶他这个车，要没烟底。好的，捏雷了！我往他压。我坏菜了，没碰着，牛逼！对了，好像在右边是吧？双方方向，脸上倒了，可以了，救了。我操！你这训练赛战神，这么猛啊！兄弟，复盘你就看我这波削他两枪头，牛逼！好像在右边是吧？双方方向，脸上倒了。可以了，救了。倒了。我操！你这训练赛战神，这么猛啊！兄弟，复盘你就看我这波削他两枪头。双防的，陌生，走，你要打药包，我帮你下这个大炮冲，大炮冲你们，冲出去，不然你要堵死，我看不到这个打你们了，哦 ，OK， 太高了，就是，坏菜了，可以救啊，蒙烟了，我们好的，救他，我们得进坑反卡了，好像兄弟们，我操，我试试，二十秒，什么呀？作弊！现在有人作弊！开挂的兄弟，王鹏，毒里吧，吃毒了吧，这傻逼！开车直接去坑吧，走了呀，直接走了，拿瓶水去。我太激情了，这兄弟，顶我们懂不上，我操啊，大哥，我死给他看。他好像不懂我们，他看着你们开下来了，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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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感觉真不懂，我也感觉。他要懂的话，他队友都看我们了，兄弟。确实，我，我操你妈懂！哇！操，
面。对面给反秒。没什么新人，这个游戏，你说小孩子新人都去玩那个什么了。玩我操，这么久他们才打三把呀，玩叫什么和平啊啥的，对吧？王者荣耀体现的挺足的，环境也不是很好，关键时刻的马枪确实有点难。你是你又是个想打职业的，你会选择打 PUBG 吗？可能你看像这种队 PDL 的可能连3000的工资都没有。电竞是这样，感觉咱的那个理念就不可能把小孩就是说就是18岁之前让你去圈外的，就是去打游戏啊，或者对吧，把他当做一个职业，不可能带走了，不是我们的理念。能把整个的还是要读书的，能控制出一个弱侧的区域。读书再怎么你把他老老实读完也会，就是有后手的，好吧，可以任意的有后手的他的位置。你要是直接去打游戏，对吧？你14、15岁去打，你要是打不好了，打记了，你就没有后手了，现在你就记了，是的，你就记了，是啊，你这14、15岁挂机到18没打出来，对吧？可以重开了，我说的话可以练信号了，真可以练信号了呀。老派就是啥卖小伟啊，觉得还行，你觉得不重要，你觉得是只能当幻影坦克，但是你就感觉他当幻影坦克小伟肯定行啊，我这个想给我兄弟朱哥，行不行？本来天路就没什么人了，26也走了，谁鸡巴生日？又是天路跟十七，对不对？那边在枫叶夫人小李，建议不是很重要，好吧？猫在这儿吧，这个地方好，心是好心，好吧，兄弟，心是好心，往前挪一步就在圈了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论坛乱七八糟的讨论我们人员，那有一个人是为了俱乐部好，或者是为了我好，为了选手好吗？对吧？回拉会吧？你觉得？也是给到天路继续向前的一个机会，找点角度喷喷人得了。圈走，小鬼子这边要埋死。你们都是啊，你们都是老子说论坛的，兄弟，你这叫论坛，老子说直，你又不是直播间的，不是你又不是论坛的，直播间肯定不一样，直播间是有粉丝的呀。在圈里边。论坛我是为你好，但你玩吧，你玩你的 P 论坛吧，现在。只有天路过来的这个过点。你为我好，就少跟人家对喷一下，那么有什么意义呢？天天。主角，一颗雷，打个点。老大不小的人，天天。天天在论坛上这个互喷，搁这私信现在。好认，这地方也好认。对。闲。大家雷都挺准的，这个大对手。